来这个地方再建这个地方，那它就不会。我这个太陡了，对，这个就是。要地位哦，尽量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尽量慢慢走，有问题要讲哦。绳子开了哈，来，好点了没？昨22日夜间10点，本所接获方院派出所通报，有一名男子于海通步道失联，本所立即动员前往协助搜救，并于10点30分在207南处提案下寻获该男子，初步研判为天色昏暗，导致男子骑车不慎摔落堤岸，造成身上多处受伤，本所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并协助送医。第三安巡队呼吁民众，如在岸际或海域从事活动，请注意四周环境及备妥相关安全措施，如有任何需要援助，请立即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服务专线，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前往协助。等一下，我们防备板在我们学长那边插进去，你帮我们把它头脚做固定之后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翻正，翻正之后就把它做固定。好，正的就是在这边。对，这个楼道它高不？上面人加一个倒桨，没有没有，再倒桨。我捏上面人，腿要先绑。你有法度落来打，你手啊肌肉啊。嗯。我来。救护车停在中间，我坐完加上不来，他必须要用两倍板才有办法。他们黑可能爱搭车是别个啊，我这个车你好，再打哪一个接就好。好的，坐这里。可以开到这边，但是没办法上来。万一我这没办法，对，他没办法。哎，管不了老六舅，我法度做确保你啊。各位，来。谁？他们是打电话来，他没办法接。打电话，我他打，再帮我接一下。